我想他一路以来哈深耕基层，他从这个议员啊选举，其实我每次都有来帮他助选，所以我不能说看着他长大，那我看着他投入当选议员，然后在基层深耕，然后对苗栗市市政的了解，所以我认为他是苗栗市市长非常好的这个人选。尤其他又是特教的老师，他非常了解这个幼儿保育的一些相关的问题，然后尤其是在我们苗栗市里面，我觉得我们小孩的安全、妇幼的安全，相对的他是非常重视，所以他一定会打造一个非常优质的环境。所以在这边，我们还是要呼吁这个苗栗市的市民，为了你们的小孩，为了人生的安全，为了让我们苗栗能翻转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城市的话，你真的需要改变。我们不要再看政党投票，我们应该选人而不选党。选人是非常重要的，选了一个优质的人才有办法带来我们的，在为我们城市带来幸福，带来发展。